就让我来告诉你们 X 五十的五个 USP。第一个特点就是它可以 auto start， 我们按两次这一个，然后再按这个长按，它就可以 auto start 了啦。然后第二个特点就是在驾驶座它是电动座椅，所以你可以前、后，还可以上，还有下。第三个特点，它有三个模式 ：Normal、Eco、Sport Mode。接下来的特点就是它可以自动开天窗。Hi Proton， I'm listening. Open sunroof. Okay, the sunroof has been opened for you. 最后一个特点就是 Auto Parking， 你只需要按这一个 button， 按你要的模式，跟着它的指示就可以 Auto Parking 了。以上就是 X50 的 USP 了。如果有兴趣想要 test drive 的，可以来我们的 showroom 或者是联系我哦。